注点新冠病毒。给我来点美国队长的基因。好痛啊！等他骸骨没好的时候再跟他打啊！这不死啊？哎，这手药磕的确实挺难受啊！先吃个饼干，他也生了，他生了俺们不好杀呀！哎，你生了，你给我在这血捅着！哎，抠没抠出来？不过真的好恶心呐、啊！你说你玩个剑圣，你二级杆杆，哎，和你们玩的游戏真是累，不是三人路就是二级抓，要么就是站塔下。谢谢啊。啊，剑圣是中单。原来剑圣是中单啊！这把玩个那什么的，玩个那个西兰刀盾弓的那个啊。先吃个药，哦，痛，不太好打，扛兵线征服者打不出来。我不能玩盾弓的了，我生气了。万一这把盾弓没玩好，啊，万一这把盾弓的没玩好，完了就，我真的生气了。这是你们非得野我，我也没办法，我也没招，我也没什么办法。既然你们非得这样跟我玩游戏，那我也得跟你们好好玩了。攻击力好低哟、哦，丢闪了是吧？没闪了，下波，下波你还得死。
么贴呀？女神之刃可以出，但魔切就不出了。什么时候跟你说要出魔切？魔切不行，太贵了。那一件装备2900来块钱，出个血手不行吗？没那个钱呢。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少害个我面前烧来，我看看你能不能打得过我这征服者小伙子，看看你的爆发到底有多少。会操作，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打得过。光会操作，给你点个赞，我回家。下边他找我打，他还得死。那船长打猴不能硬打，那硬打根本就打不过，他得跟我耗死。盾弓呢？出不了盾弓了，这么装逼咋出盾弓啊？出完盾弓一点伤害没有，再输了那不行，我不可能让他赢了。他要这把不跟我装，他玩的还行，他不给我亮牌那还行，那我可以出个盾弓跟他玩一下了。我面前亮牌，别怕，来，我马上支援你。无敌人打小丑野区应该蛮好打的吧？把小丑叫过来，这不？这波小丑不来都不行，赶紧让小丑来。小丑哪去了？我比你长，我把他骸骨给他破了。他妈的多！等一会儿，这波不一定好刷呀，兄弟。你来吧，你来，你先上。我这没法上，我吃的大加个桶子，我打不过他。你干啥呢？你干哈呢？我不能让你背刺。Shut down. 回头亮牌儿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四神之力啊，龙神之力。龙神之力，
再把魔切试试，说不定有奇效。不可能有奇效。再把维鲁斯玩的还行，那小丑是个 AP 的啊，所以我们这把就无限跟着船长带线吧。我也不去帮其他路了，我们跟他带，帮其他路意义不大。那猴 Q 技能攒不了魔切，只能一攒魔切，所以没用。哎，能 Q 攒魔切呀、啊？哎，那有一回我怎么 Q 没好使呢？啊，能 Q 攒魔切，早说呀！我以为不能攒。在这等他，今天不把他杀个一杠十，指定是不好使。把他二塔先拔了，别让剑圣起来就行。不太好跑，其实是我是知道有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感觉到肯定是来人了，感觉到来人了，其实就应该跑。塞拉斯一个技能都没中，装杯了。确实不应该狼的哈，不狼了。看见人，我们感觉到人了，先跑下回。我就是想在他面前烧一波，戳戳他的锐气。剑圣，亮牌，剑圣。小丑杀了，漂亮！哎，打死得了。干哈？给维鲁斯吧，把剑圣给我杀了，小丑。班长。中推。
少个人我们家都行。假猴能不能 A 桶？好像不行哈，假猴没有办法 A 那种就是召唤物，就不是召唤物，这应该叫什么玩意儿呢？就是放在那里的东西。假猴不 A， 假猴不 A 眼儿，不 A 桶，这不智能。别打，泰坦来了，那我就把它拆了呗。你旁边有人吗？有人那就死吧。有人我们就只能死了。来个魔切呀，先出个魔切吧。哎，怎么变这么大？这团长开始给我出大腰带了，你看见没有？也不知道他要出啥。玩团长出大腰带。这没啥厨的怎么办？都差钱，不知道咱该怎么整。出啥都差钱。这边有 AP 吗？有，小丑，小丑波比，师傅，时代变了，啊，时大变了。干哈呢？这影魔刀给谁出的呀？啊？秒我！差一百，差一百，下路收波兵吧。带俺问问土地老儿。差点，差多了，那盾他都没打掉。你要想杀，你得把影魔刀的盾。好闪现，我先把波尔比杀了。呀，死了，能不能过来帮我把剑圣先杀了？怎么还跑去打船长去了呢？快快快，捡灯笼。啊，不用捡灯笼。哎呦，我这么猛，塞拉斯，别打那假的了，快打船长。哎呦我，这个出完，我们最后再出一件九头蛇就行了。
顺便杀个阳光男孩。这船长一开始挺会玩的，你们发现没有？一开始挺会玩的，后来呢，就是变得有点二，是因为什么呢？让俺们啥意思？让俺们给杀的，杀到一杠七了。干啥呀这？你看这桶没有，这桶都开始放，都放不明白了，开始。干什么？剑圣，先把剑圣给我杀了。上当了。让波尔比给我骗了。塞拉斯为啥不放大呀？先把剑圣杀了呀！我这个鞋出的有问题，我应该出水银鞋。捡西地，他偷了不放有被动，是吧？这么细吗？这么细节啊！哎呦啊，细节哥呀！这波比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杀你杀慢了？这个是真的，还在那不动呀？假的？居然是假的！这怎么还在暴击呢？我这影魔刀呢？漂亮！假的怎么不动呢？假的，我寻思他装的呢，你知道吧？我以为他装的，原来他没装，他只是……他只是不想打人。打大龙啊，都死了。剑圣搁下路，让他带吧。其实剑圣这种装备是有翻盘能力的。先把这泰坦杀了。继续啊！
剑圣怎么死的？透点炎是吧？往人身上透点炎。一波吧，我这魔切终于出来了，魔切。打完了，魔切还没好，好了吗？这不魔切出来了吗？